洗澡了，有喂饭了，哈，吃完了，吃饱了。今天我真的很高兴见到西珍，可以讲心里的话，尽量的哈放开你的心情，身体才会健康。保佑你感恩都好。木瓦给我的感觉就是，他真的就是这一口气，到什么时候他就做到那个时候，一直不停的，他是没有停止下来的。只要有他可以做的地方，他一定都说好好好。阿妈，看到的，在苗栗县这一位呢，他的年龄啊，好、哦、跟我一样的哦，他可以呢，跟了年轻人呐、啊、中年人呐、啊、慈济人呐、啊，他可以这样的投入，而且呢，跑在山路里呐、啊，攀山越岭去关怀的。看来呢，他们的感情啊，已经呢长期培养着，很有好感情，很熟悉的样子哦。看看他到了他们的家里啊，就如呢到了自己家一样啊，带去的佳肴。一进去呢，开始呢张罗，那入去厨房内底啦，展开了他们的好手艺。看到这么一大把年纪，还是那样的活泼哈、哦，见人就抱抱啊，实在嘛不简单，就是这样才能呢走入人的心坎里去。好亲哦，这实在是很不简单。同时呢，他也可以用软实力，因为年纪应该也是没有比他大，他呢也要去辅导他哦。那一位呢，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，爱买东西。看看一出来这些安尼吼，小包小包啦，东西哈不要买的，因为哈你冰箱都满满的，我知道，给你不晓得要吃几个月才吃完，好了，知道了，知道哈，过两天来看哈，你这些东西都要整理好，好了，这个累积的变成了垃圾，而囤哈。就那么多，他就会辅导他，好言语的劝导。看看这呢，还不都是一家人吗？实在是很佩服他待人呢，也有一手。对于这一群比他年纪轻的中年的委员呐、啊，他也会带得很好啊，沿途走路啊，沿途呢传老人的功夫哦，那他们的见识啊，就是会指导他们啊，到啊爱到什么程度来慢呢，煮起来才会好吃，实在是哦，没有错，一老如一宝啦，他们身边的哦。宝库啦，有取不完的华宝，真正嘛是吼，真感动人呢。也看到了台中慈济的清安祭啦，这也是在长照呢这一块也发挥了很大，是让很重度的老人。
来到这里可以照顾，照顾的有希望，会真正的照顾到他可以恢复，也有这样的恢复了，还可以呢回家享受天伦之乐。家里的人啊都会很感恩，不只是老人，就是呢少年的哈，到我们的护理之家哈，照顾到了他，竟然可以呢，就是慢慢的你恢复，可以复健。本来是医生的宣判，可能是一辈子要坐轮椅，那也是可能奇迹吧。从原本脊椎受损之后他没办法行动，到复健之后他可以这样子来当我们的小志工，来带动我们的阿公阿嬷，那他们也更有活力。复健到呢，那他可以呢走路过来，就来跟我见面来互动，这都是呢很重症的，就是给他们的人间的一条正确的方向，有希望的可回家的路，实在是很感人。不过现在呢，因为也配合政府啦，长照，这个长照呢很用心啊，在这样的清安机就又开辟了一个空间，这个空间呢那就是日间照顾，让一般的老人家呢可以来这里啊身心呢清安自在。所以呢这一个地方啊是真正的老人快乐的天堂哦，那让他们缓和老化的地方，也安排得很好，这重新设计过了。启用的那一天呐、啊，也是名副其实的百岁人类，是蔡宽师姐，她是真的是足百岁哦，她还在当医疗志工耶。那这一回呢？因为这个空间启用了、啊、蔡宽师姐呢就去参加、哦、启用典礼。台湾我们的慈济在从看到人人从慈善一直呢做到陪伴医疗，接近病患，接近到了现在是长照，社会所需要的慈济人呐，都是这样的勇于承担、付出，而且无所求，享受了人与人之间的欢喜、华喜、那快乐，这就是人生的目标。要说的是非常感恩的哈，就如昨天我们开了这教育董事会，看到了杨教授，啊，我也很感动啊。他已经呢98岁，今年他从慈济要盖医院，一直到了盖学校。一直到现在，慈济的医疗事业，他还是这样的，大林、台中这么远，他还去，都是不请自私，这都是呢，很令人佩服的哈、哦。那这目睭真金，比我搁较金，耳啊真聪哈、哦。昨天呐、啊，他。开会开完了，他还来跟我说：“我每天都在关心你哦。”
我拢有交代吼，你身躯边吼某某人，叫伊讲吼，你会拢爱记录爱互我知吼，安尼甲我讲呢，我也是一关怀怀中的一个呢，真的是吼，他真的很感动，也是很感恩呐、啊。伊讲有一天吼，你给我时间，啊，我会甲你教讲要安怎健康，真的是吼。佩服啦，这又是敬爱他哈，这是很感动、感恩的事很多，所以我们要重视老人家啦。这种的年纪还是呢那样真诚的关怀着，慈济也关怀着我们人人，真的是感动。